都怪月牙。那之前的他好不好？我是这么想的。我一会儿要去超市做一个市场调查，我派几个人过去帮你忙吧，行吗？面纸是的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渴了。你这事儿这么多，我咋不渴呢？我爹说话怎么了？我爹说话犯法，蓝妮儿就得像他呀。你这一天怎么回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心情不好啊，你别逼我生气啊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这两天比你心情还不好，你也别逼我生气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想吵架呀？这是我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边了，放在这儿，求从我这一辈子对你好，愿我岁月可回首，惬意真情到白头。我认。小俊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不嫌弃，这孩子我跟你一起养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小舅，今天咱商量再，如果你说这孩子是他的，我马上走。